看看啊、哦。耳酒搭的粉儿是尖耳是粉儿，再夹乌粉儿，再夹柿粉儿。我同你问了，你看看。第十九次顾小玉家家庭聚餐及117届家族内部会议，就国际友人爱谁谁是否能成为顾小玉需要的男朋友进行亲友团表决。会议地点顾小玉家，会议时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说重点，这啰嗦啥呢？你说。我说啊，100分算是满分，60分以上就是同意，60分以下呢就是反对。对，就是反对。我看啊，二舅反对，二舅母反对，小姨也反对，小姨夫60分不反对也不赞成。哎，还有北主嘞，你看意见以小姨的为准，嘿，还是不同意嘛。我那个娘啊，这个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不言而喻，不言而喻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 Mark Busters 啥？你说啥？就是一个没过的女业的一名理发师，她每个星期天都会出来到街头给流浪汉们免费理发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严肃点你。严肃啊，就是这个人写的一句话，那句话就是每个人值得第二次机会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所以我在敬祝你们再给我第二次机会。啊，这个因为现在天天不太好，我跟他在一起很愉快，所以我希望陪他治疗。